的故事今天从这里开始 ，right here。我们知道这里叫做华山文创园区，对不对？这边曾经是个酒厂，专门酿制各种水果酒。旁边那里呢有一个货运站，刚酿好的酒就可以被放到火车，然后直接运到基隆的港口。为什么说我今天的故事要从这里开始呢？因为我小时候刚出生的时候，我的家就在后面那里，那边的一块空地上面。现在我们都知道是市民大道，它之前就是基隆线的铁路，而我的老家就在那个铁路的旁边。我刚出生的时候，我们家并不富裕，其实连小康都有点挣扎。我们所住的那块地方是属于台北市政府的，那我们呢是违章建筑，盖得非常的草率，连厕所都没有。我们有一个户外的茅房，是左邻右舍大家一起共用的。而每一次呢，当火车经过的时候，整个家就会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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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响，一天地震好几次。在那个时候，我父亲在中视电视公司来工作，那因为他的口才，所以争得到一个机会，在当年呢来主持一个台湾非常早期的一个益智节目，名字叫做《分秒必争》。那在那个节目每次开播的时候呢，他就会对着镜头来讲一段励志的小故事，这些故事都是他自己写的。所以经过一段时间呢，他就有很多这样子的励志小段子，他想说那就把它集结成册，也许就可以跟大家分享。所以他就投稿，然后在当时呢，每一个台湾叫得出名字的出版社都婉拒了。可能在那个时候，大家觉得希望这个比较厚实一点的这个内容，那我爸不服输，所以他亲自到印刷厂，拜托印刷厂的老板算他便宜一点，用最廉价的纸墨印了一两千本，印完了以后就把版子给拆了。那个时候是活版印刷，真的没有想到会再版。没有想到这个书逐渐的卖得越来越好，询问度越来越高，我父亲发现马上要开始再版，然后再再版，然后有一天接到了国防部打来的电话，跟他说，刘墉先生，我们觉得您的这个书蛮优良的啊，这个可以给我们的这个国军官来阅读，所以呢把它列为优良刊物，然后这一下子呢就跟他订了几万本。这本书的名字叫做《银窗小雨》。后来我父亲呢写了好几本续集，因为这所有的一切的发生改变了我们全家的命运，让我在五岁那一年可以终于搬离那个连厕所都没有的一个无章建筑，然后搬到在当时刚开始开发的一个全新的一个规划从化区，我们现在管它叫东区，忠孝东路四段。我没那么老不过台北真的是改变很大。那这件事情呢，其实也改变了我父亲的命运。从原本师大美术系毕业，他一直立志想要当个画家，结果没想到无意之间成为了一个畅销作家。在这几十年来写了这么多本书，影响到了很多代的年轻的读者。在这边很好奇，有多少人之前读过我父亲的书？我们可以看一下。对， Oh my God， 几乎是 everybody， 明谢惠顾。幸运吗？对于我自己的人生来说，的确是非常的幸运。那起码我知道有一点是，如果当初我父亲收到那些 rejection letter， 那些回函的时候，他就打消了那个出书的念头的话呢，我们肯定我们现在的生活会跟可能的不一样。那所以我就开始对命运这个东西产生很强烈的好奇。差不多两年前，我开始研究什么是命运，什么是运气，不过是从我自己主修的心理学的角度来看。我们都知道，其实幸运感跟幸福感是很像的，它都是一个 subjective experience， 就是我们个人的一种感觉，所以它必然是跟心理学有关的。只是是否有一些心理的因素可以让某些人过得更幸运呢？所以我一开始研究的时候，我就先访问了我身边的一些长辈、一些朋友，一些看似是非常幸运，然后也工作非常成功的一些人士。那当然，这个不外乎也有我老爸。所以那时候我就问，老爸，你觉得你的成功关键是什么？他毫不犹豫地送了我四个字：锲而不舍。对于后来我是移民到美国，然后在美国长大的我来说呢，那个锲是怎么写，是什么意思，我都完全都不知道。我知道它是古文。那么查了一下字典呢，我知道说锲而不舍这个的意思，翻译成英文的话，大致上面一个字就可以来解释
也就是什么 persistence。Persistence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, persistence despite failure. Persistence 就是坚持下去，坚持你想要去做的，然后一直的撑下去。而的确一再而再的，我发现在跟这些成功人士跟幸运人士的交谈当中，他们谈到的关键里面都一直举出 persistence 为一个主题。只是我心里面我还是不满足，我觉得 there should be something more， 应该有更多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应该都认识身边有一些人，他们一辈子安守本分，埋头苦干，对不对？刻苦耐劳，像个水牛一样头低低的拉着犁，可是这一辈子好像也没有得到什么特别幸运的机会。所以我在想，是不是有更多的，在这个 persistence 后面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层呢？我在心理学的文献里面找到了一些线索，这是来自于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心理学家之一，名字叫 Albert Bandura。 Dr. Bandura 在1960年代的时候，他研究很多有关 phobias， 就是恐惧症的一些病患，然后他发现有恐惧症的那些人，他们是否能够克服他们自己的恐惧，很多时候取决于他们是否认为自己有能力来克服这个恐惧。那经过了一番的 study， 在1970年代他发布了这个相关的这些资料，然后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 self-efficacy。他认为 self-efficacy 非常重要，甚至是人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要具备的一个基本的条件。 self-efficacy 我们把它翻译为自我效能感。只是自我效能感是什么意思呢？自我效能感根据 Dr. Bandura 的这个定义的话，是 the belief in one's capabilities to organize and execute the courses of action required to manage prospective situations。 非常的饶舌。如果我们用白话一点的方式来解读的话呢，用一个 self-efficacy 自我效能感的一个问卷，我们可能会看到像这样子的一些题目：我能冷静地面对困难，因为我可信赖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。有麻烦的时候，我通常能想到一些应付的方法，或者说，如果我付出必要的努力，我一定能解决大多数的难题。那如果你是自我效能感很高的话，你就会说 That's me。不过我觉得 a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， 给各位看一张照片，好，大家就马上就知道说自我效能感是什么样的感觉了。你看，就像这样子。Right? Yeah. 放马过来吧，人生难不倒我。Right? 人生难不倒我，其实这是一个关键字。所以我觉得这个 self-efficacy 应该跟 persistence 有非常大的关联，它甚至它可能是一个关键。我后来我自己设计了一个问卷，在这个问卷里面呢，我问有关自己幸运的这个评估，然后在各个方面的生活的满意度，然后还有很多不同的一些从正向心理学里面的一些不同的因素，因为我想要去找到那些关联，看看到底哪一些心理因素是跟幸运感跟生活满意度有最高关联的。那我今天非常非常荣幸，今天在 TEDx Taipei 是我首次可以跟各位公布我们这次研究的初步的研究 findings。 那所有的网友呢非常的支持，所以我们在短时间里面呢回收了7735份的有效问卷。那在当中呢，台湾的问卷占了82%，好，大多数从老到少都有，平均年龄30岁，然后大部分呢都是大学文凭，生活是以上。哎，跟在座其实的 demographic 其实蛮像的哦。那根据我们这个初步的研究结果呢，分析出来在所有的人当中，我们的平均从0到100分，你给你自己的运气打几分？平均上面呢，72分 ，not bad。这群人觉得自己还蛮 lucky 的，哎。那总生活满意度呢？这个稍微低一点，65分，不过及格了，哎 ，barely passing。But here's where it gets interesting。当我们来分析跟幸运跟生活满意度最高关联的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发现跟幸运感有最高关联的 top three factors， number one 就是自我效能感，然后第二个甚至它胜过了乐观程度，也就是说我相信人生会变得更好，这个就是 optimism， 这个是我原本以为会是 number one 的，然后还有转念能力，就是塞翁失马这样子的这种想法。而当我们来看到跟总生活满意度的最高关联的时候，又是第一名自我效能感，第二名人生意义感，觉得说我的人生是有意义，我知道我来到这个世界是要做什么。然后第三是我是否能够放松 the ability to relax。 我觉得这个非常 surprising，
因为我原本就知道说是自我效能感应该是有关联，只是没有想到它会是这么高的关联。当然了 ，Success Baby 会说是 ，you know, like I knew it。好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来重视自我效能感。有这么的重要的话，那当然第二个问题是说，如果我的自我效能感不够高的话，我要怎么样来提升？我们都知道，自我效能感是有能力跟有信心。有一些人只有能力，可是没有信心，很可惜，不够。有些人只有信心没有能力，相信我们都认识一些这样子人哈。自我感觉良好，这个也不行。我有他们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呢，这个中间的这个地方的 overlap， 这个 Goldilocks zone， 我管它叫做 lucky zone。这个就是当幸运的机会出现的时候，你有足够的能力，你有足够的信心，能够来捕捉这个机会。所以这个就是幸运的所在。Look here is again。所以要怎么样来提升我们自己的 self-efficacy 自我效能感？根据 Dr. Bandura， 他说有四个方法。我们可以克服挑战，我们可以给我们自己设一些目标，然后逐步的克服的过程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慢慢锻炼我们自己的能力跟自己的自信。这个他说是 by far and away the most effective， OK， 最有效的。或者说我们可以看别人做得好的，我们来 copy 他们，或者是给自己打气 ，I think I can， I think I can。或者说叫亲友团给你打气 ，Yeah, you can, you can, just do it。当然不能忘了 physiological reaction， 就是说我们自己必须要感觉自己有足够的活力、足够的体力、足够的精神，我们才能够去应付这些挑战。那我在这里呢，也 present 另外一个 model， 这个不是我想出来的，而是根据我一个好朋友，一个我非常尊敬的一个好朋友，他年纪比我小蛮多的，他是个 ABC， 不过现在在台湾工作，他的名字叫 Alan。他非常低调，所以我不会连名带姓 来说他是谁。But， 他大学刚毕业的时候，他就先是在纽约，在华尔街做事。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 stock broker。然后后来他觉得华尔街 too boring， 没有意思，所以呢，他就去报名，自己去报名 the State Department， 美国的外交部，然后成为了外交官，然后还被派到中东去工作了好几年。那实际在那边做什么，他到现在他都还不肯告诉我， It's just like top secret。 然后后来呢，他又成立了自己的网络公司，完全自己创业，全部东西都自己搞，然后非常非常成功，收入非常好。那现在呢，最近他现在着手准备要写他自己的第一篇长篇小说，因为他觉得当一个作家应该蛮好玩的，他想试试看。所以显然这是一个自我效能感非常非常高的家伙。那我就问他，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，我就说谈到自我效能感，他说 ，Yeah， 自我效能感，我都是用这个方法来过日子的。那他甚至跟我说 ，You know what？ 当我面对一个新的挑战，或者说我想要学一个新的东西，我之前不知道的东西的时候，我甚至整理出来一个 SOP。哎，我每次都照这个 SOP， 屡试不爽，就是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学习事情。我说 ，Oh， please 传授一下。他说其实很简单啊。举例来说，如果我想要学写作的话，第一件事情我先阅读很多有关写作的书 ，get some background information， 得到一些背景的一些知识，然后我会去找到我喜欢的作者，然后来模仿他们，模仿他们写作的技巧、他们故事的架构，甚至把我自己的故事套进去，不是纯粹为了模仿而已，而是为了在中间去找到 what works and what doesn't work， 什么东西适合我的，什么东西不适合我的，到底它的成功关键是在哪里？分析了之后，我可以筛选，找到我自己喜欢的、属于我的，把它重新组织起来之后，开始来做我自己的创作，它就会变成我自己的东西。我觉得他讲得非常有道理。然后我继续问他，我说：“那你觉得最幸运的人是谁？你所认识的？”他毫不犹豫地说：“就是我啊，我自己啊 ，I'm the luckiest guy I know。”他说：“为什么？因为我总是可以心想事成。我每次想到什么东西的时候，我就可以达到。”他说：“从我小时候，我的父母亲从来没有告诉我说 ‘You cannot do something’。他们总说 你试试看。然后如果他失败的时候，他说：‘那你问一下自己有没有什么方法，你可以做什么调整，让你下一次可以做得更好。’所以他说，他从小就锻炼了这样子的这种思考的方法，然后让他长大的时候，他现在什么都不怕。”因为他现在有这套 SOP， 让他每一次碰到新的 situation 的时候，他都可以认为他都能够解决，碰到正确的解决的方法。那很好玩的是，这三句话 more or less in the same words， 差不多同样的说的方式，当我去问每一位成功的人士，每一个幸运的人士，
当我继续的从他们的锲而不舍的这边继续再去挖的时候，他们都会讲出来这几个。这几个他所反映的是什么？自我效能感。所以在无意之间我们找到了 The mother of persistence seems to be 自我效能感 is self-efficacy。 那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呢？当我们回到 Allen's method 的时候，其实这个 four-step method 基本上这个就是一个学习法。那我们自己的教育环境，我认为前面两步做得非常好，后面两步呢有进步空间。我们非常非常会背书，非常会学习知识，非常会临摹，把事情搞得 滚瓜烂熟的。然后呢你说熟了，对对对，熟了 OK 好，熟了 move on next thing， 因为有太多东西必须要学了。可是我们有没有给我们的学生，我们有没有给自己足够的空间，真正去思考，去判断到底中间的成功因素是在什么，然后有足够的空间让我们可以去创造我们自己的东西，这些都是关键的问题。而为什么这个那么关键呢？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关涉到我们自己的社会。给大家看，这个是一个德国团队，他们花了几年的时间散发世界各地很多很多的问卷，收集到了18000份问卷，全部都是有关自我效能感，在全世界各地。然后他们发现呢，大致上面呢大家 self-efficacy 的差不多一样，唯有两个地区特别的低，哪里呢？日本跟香港。那所以这些学者呢，他们就说，那可会不会是这个解读，说在东方的社会里面，因为大家比较希望说是能够这个以和为贵，好，所以呢碰到一些环境上面的一些阻碍的时候呢，他们就会觉得说可能没有那个必要，甚至不鼓励你去设法来克服它。不过我就在想，如果真的是这样子，如果它是属于 Asian society 的一个特点的话，那为什么各位看 Japan 右边的这个 Korea 这边又会 self-efficacy 那么高呢？对不对？那韩国我们都知道，他们是一个信心满满的一个民族。不过我们也看到他们在过去的20年当中，他们有了了不起的成就，无论说是电子产业，或者说在流行音乐上面，他们从完全没有概念，到现在他们可以笑傲江湖。他们不仅是有自信，他们还真的是办得到了，所以真的是值得我们来借镜。或许 self-efficacy it might be the key。 所以今天当我们来谈到 resilience， 当我们谈到韧性的时候，我希望丢出来这个想法，因为这些都必须要是我们自己问我们自己的一些问题。我们是否相信自己有能力能够应付挑战，能够克服困难，我们是否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后来在我自己的 research 里面，我发现就是那些认为自己能够掌控自己命运的人，也刚好就是自己认为自己最幸运的人。而当其他的人告诉我们说没办法的时候，我们是否能够说我会找到办法，我会找到办法，我们会找到办法。这是一个对于台湾社会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。我们必须要相信我们能够找到办法，我们必须要锻炼我们自己的自我效能感。因为只有这种自我效能感，当我们相信我们自己有能力来克服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坚持下去。 We can keep fighting， 我们可以去找到正确的 solution。 所以这是信心，这也是能力。我们要找到办法，我们会找到办法，我们必须找到办法，我们必须要坚持下去，我们要锲而不舍。祝福大家，祝福台湾，谢谢各位。